胡歌参加活动，这个外国美女高管亮了，全程紧贴胡歌。近日胡歌亮相时尚活动，灰色西服采用了廓形轮廓与立体剪裁，效果十分笔挺大气。胡歌英俊的脸部特写也是无可挑剔，不少网友注意到，现场一位外国美女高管似乎也掩饰不住对胡歌的喜爱，一直用星星眼死盯着胡歌。在合照环节，有粉丝发现这位女高管紧紧贴着胡歌，恨不得把脑袋都要搭在胡歌肩上了。胡歌显然已经注意到女高层的亲密举动，似乎故意调整了一下姿势，想摆脱紧贴着的美女高管。然而女高管依然不管不顾地紧紧抓住胡歌。不少粉丝表示，散发男神魅力的胡歌不仅成功征服了我，而且就连现场外国姐姐也被他迷得不要不要的。瞧瞧这标准的旺夫眼神，还有时刻挽着的手。